我是毛德华，我在深圳，我在逛街，准备啊给你们拍深圳的街景。走。很多人呀没有来过深圳，不知道深圳的大街上大概是什么情况，我啊准备给你们拍一下，这样你们就知道这边大概是什么情况。走，往前面走一下，这里啊有个时代广场，很发达的样子，我就不进去了，因为啊好像要查二维码。我这个手机啊在拍视频的时候就不是很方便展示我的二维码了，这样会把我的长镜头啊给中断了。我拍视频一般都是2分钟的长镜头，这样啊记录的内容会连续点。好了，我们往前走，前面啊是个东北角的，这个深圳这个马路上这个电瓶车还是挺多的，很多人可能不相信，给你们拍呀。这是一辆昆车啊，非常厉害，前面是保安大道。好了，视频要么就这么结束了吧。